十四日，武侠在北京人民大学举办一场看片及媒体影迷恳谈会。活动现场，陈可辛和金城武和学生们进行了零距离的交流和互动。恳谈会上，有学生指出，武侠是以科学武侠作为宣传噱头的电影，但1917年丘麦科还没引进到中国，片中大反派在那样一个场景，不太可能被雷劈死等问题。陈可辛面对这样刁钻的问题，会怎样回应呢？其实我在不止一个访问也讲过，就是说，电影本来就是借很多历史、科学、医学来说事儿，来服务那个电影的题材。那么我们也尽量做过很多的考究，当然也一定有不足的地方。因为老实讲，要是你刚才讲这两点，可能还更多点是，其实是理论上可以追溯，但是可能是不太可能。包括你说迷走神经，也是在那个时候的中医没有那个说法。那么但是我们也理解到，因为我不借西医的话，其实这个故事是讲不完的，所以我只能把那个年代提到1917年。我觉得我们已经尽量做的最多，但是真的是说雷劈是不能再有树林上，我当时没找到这一点，所以要是科学上这个真的是那个，我得抱歉。其实当时我们这些真没想，其实一定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东西，我也不能说没有，我都对，但是确实呢，就是说我们尽力把我们能够考究到的，也有跟中医谈过，也有跟西医谈过，但是还是当然最重要是服务剧情，也不太过离谱。此外，现场还有观众还发现，陈可辛在每部电影中演员都要奋力奔跑，对此陈可辛又会如何解释呢？甄子丹跟他在树林之后抱完之后他跑的干什么？哎，我其实每部戏都得有一个主角去跑，每部戏从金枝玉叶袁咏仪那一追再追，那么到甜蜜蜜张曼玉在时代广场追黎明，到如果爱他跑，他把周迅放在那个屋里然后跑回去，其实我每部电影都必须要没有一个跑，我就觉得那个情感没有完全抒发到极致，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永远都有一场跑。在恳谈会上，陈可辛首次曝光未剪进武侠国内版正片的片段，是一段长达2分钟的金城武与姜武的一段梦幻曲。这段打戏是电影中唯一一场由陈可辛亲自指导的动作戏，拍起来很辛苦，最后却被剪掉。陈可辛解释道，山戏其实自己比任何人都心疼，但由于和整体节奏不符，对于剧情又没有多大帮助，不得不忍痛割爱。爹地才华红颜出去，八卦神功，双峰管阳，太阳天宫，二门点穴，我点。会后有记者指出，在网上有曝光武侠被其他电影偷票房一事，陈可辛称希望只是个别情况，而不是占到很大百分比。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的跟网上的是差不多，可能网上还知道多一点，因为我在网上也是不是每天看网的人，反正我看到的他们也有汇报给我，当然就我也说过也不可能再说更多，就是很沮丧，到今天还有这种事情。那么但是我也只能相信，希望它只是个别的情况，而不是一个很大的百分比。那么我也不相信能做到很大的百分比。